为什么要偷钱？没有。你怎么证明你没偷？你怎么证明你没拿那五六百块钱？请问，我没拿就是没拿。你怎么证明？我就怀疑你拿了。我不需要证明。你需要证明，因为我怀疑你就是你拿的。视频中这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子究竟做了什么，要让老师当场质疑他偷了钱？原来是马丁老师还原女友污蔑他偷钱的场景，让人真替你那是捏了一把汗。接着涂磊老师发飙怒斥的名场面，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诬陷，赤裸裸的诬陷，泼脏水，还跑到人家单位上去，一盆脏水从头往下浇。他为什么不反咬一口是你偷的呢？为什么不？因为他爱你。涂磊现场怒骂女生污蔑男友偷钱的场面简直让人大快人心，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来年一定发大财。那这一幕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故事的男主人公小马来自河北，是一名公司职员，今年26岁。女主人公小梦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销售，今年25岁。两人在一起快两年了，小马面对女朋友的敏感和质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段恋情了，所以找到节目组，请嘉宾老师给支支招。两人一上台，赵川就迫不及待问道，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说话，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然后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从两人聊天中得知，女朋友小梦特别疑神疑鬼。有一次小马加班开会，手机也刚好调成静音了，女孩电话三连扣都没有接到，然而小梦就怀疑男友是不是在外面乱搞。这样的小题大做数不胜数，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摧残？而接着赵川逼问出的一幕惊呆了全场嘉宾和观众。还有什么事让你做得起？就是我感觉他当时偷了我闺蜜的钱，一直到现在。我什么时候偷你闺蜜钱啊？你明明就是偷了，你就是不承认，一直到现在你还有证据。你看见了吗？你凭什么无辜的这样就怀疑我？经过我缜密的分析，就是你偷了。你说当时就是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当时只有你我闺蜜咱们三个人。女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男友偷了闺蜜600块钱。故事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男友和小梦与闺蜜一起去吃饭逛街，在吃饭的时候闺蜜和女友去了洗手间，却把背包放在了桌子上，背包里面有闺蜜的钱包，当时就男友一人在那里。结果逛街付款的时候，闺蜜把钱包拿出来，却发现丢了600块钱，他们一致怀疑是男友拿了，而闺蜜也一口咬定确实少了600块钱。多疑的女友也是相信闺蜜的话，竟然不相信男友的清白。我跟我闺蜜去逛街嘛，她说她要去那个单位，回头我们逛街的时候，我闺蜜就是说钱包里少钱了，少了500-600块钱。也可能是你们自己逛街的时候丢了呀，为什么就怀疑到我头上？我们逛街的时候光因为这个事你还闹到我们单位去，你让我们单位都怎么看我？那谁让你偷我闺蜜的钱的嘛？我哪偷了？你说我那么的调查清楚了吗？我也感觉特别没面子。想想就知道男生明知道就他一个人在那会冒险去偷钱吗？有没有其他情况？闺蜜记错了，或者谁闺蜜看不惯他们两个在一起？故事说谎的，再者说钱包他们逛街的时候丢了也有可能，为什么没有证据却怀疑是男生偷的？而作为女友的小梦竟然不是怀疑，是肯定的语气说男友偷了闺蜜的钱，最后这件事也没有查出问题所在而暂时搁浅。接着男生说到女友不仅仅这方面多疑，甚至连转发音乐到朋友圈都不行，当然特别丢人。关键是我根本就没有前女友。他老说他没有前女友，那你说你没有前女友，你转发那干什么呀？你跟谁匆匆那年去？优美的旋律大家都喜欢，男友只是缅怀一下逝去的匆匆那年，就被女友怀疑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关系。就这种多疑的女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你暗恋的人或者怎么着，你就是没有对我坦白，你真是太无理取闹了啊！等于说转发歌也不行啊。他就这样的人。男生说这是他的第一段恋爱，所以他很珍惜，但女孩却已经两段恋爱了，因为大学期间第一个男友劈腿了，导致他没有安全感分手了，第二段就是距离太远了，家里不让女孩嫁那么远，所以就分手了。有了这两段经历后，女孩有点恐惧爱情了，她害怕男生欺骗她。而赵川大概明白了，转身问到小马小梦是怎么认识的。两人是偶然认识在一个晚上，原因竟然是小马的朋友把东西放在了女孩这里，等小马过去拿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女孩还在那里等。出于面子问题，小马就请了女孩吃饭，两人就从那个时候认识，日久生情，彼此觉得不错就在一起了。而女孩对男生的不信任，除了前两段感情经历后，在认识小马之前还相亲过58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谈过两次恋爱？我还相亲多有50多次了啊。因为相亲50多次？因为我今年是25岁、啊、年龄虽然说不算大，但是对于我们老家来说我都是老姑娘了。就是每次我有家里有表妹什么的朋友嘛，人家都已经结婚生孩子，孩子都已经满地跑的那种。相亲50多次跟你敏感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当时也遇到了就是特别多感觉特别不靠谱的人，有的人我一看我就感觉贼眉鼠眼的。那他应该算
我感觉他特别的实在。原来多疑的性格是经验丰富得来的，但明知道小马很老实，还要怀疑人家偷钱，这就是说不过去了。小梦解释道，因为男生现在经常两三天都不理他，也没有发信息给他，而男生的说法就是不敢说话，生怕说错那句话惹这个姑奶奶又生气了。现在男生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女孩还是这样疑神疑鬼，他不改变的话就要跟他分手了，真没几个男人能受得了。接着赵川分析回来闺蜜丢钱的事，闺蜜其实到底有没有丢钱还不太清楚，你为什么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到了她单位，而闹完这件事情之后为什么你们俩还在一起？我感觉她偷的是我闺蜜的钱，我们那么好，然后她竟然，我男朋友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就是让我特别难以接受。干嘛去单位啊？你让我以后怎么在？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你当时回单位吗？我去你们单位也是要确信一点，说你到底是不是回了单位啊？你有可能去找其他的女人了呀。女友一边怀疑男友偷钱，一边又还想跟男友在一起，因为她觉得遇到小马这种男人不容易。那为什么不能信任小马没偷钱呢？闺蜜就这么可靠信任吗？有多少闺蜜是想招法拆散一对是一对的？这女人就不会动脑子想一想？而接下来赵川都看不下去了。问题，你确认是她偷你闺蜜的钱吗？我只能说我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在你心里是他偷的还是不是他偷的？我感觉有60%的可能是他偷的。那就说在你的心里他是个小偷呗。你觉得你想用你一辈子去改造他，是还是不是？他很可能不是小偷，是我冤枉了他。啊，是你冤枉了他，难受是吧？我对这件事情无话可说。看得出来胖胖的小马委屈的表情还带着泪花，被人冤枉真的不好受，要不是因为小马爱着他，哪能这么惯着他污蔑，要是我早就一脚踢开他。所以说男人太老实也不行，被欺负了委屈只有自己知道，真的替小马感到不值。赵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了，只好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嘉宾老师。首先出场的是曲伟老师。50多次相亲，包括那两段恋情，有的直接的关系。你甚至因为你被人骗过钱，你就会觉得，哎，我闺蜜的钱不见了，那一定是你拿的。但是呢，刚才赵川问的很到位，就是你既然觉得他是骗子，为什么不离开？我特别的纠结，我其实特别喜欢他。曲伟的提问把女孩疑神疑鬼的毛病找了出来，就是因为上两段感情和50多次相亲，遇上形形色色的男人，有的居然会骗钱，还有的有女朋友也出来相亲，所以他的价值观爱情观都被扭曲了，觉得所以人都可能是骗子。但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却把男友偷闺蜜钱的想法给定义了，这对小马实在不公平。眼前这个女孩遇到问题，自我修复能力太差了，太脆了，因为怕受到伤害不敢敞开心扉，只是凭借自己的猜测去处理问题，所以才会导致问道不断的发生。继续这样下去，没有哪个男生能够受得了，希望女孩改改自身的问题。接着是演员吴佳妮生气的点评。刚刚听这个女嘉宾说的，我其实挺生气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太，而且你说她偷钱是侮辱她的人格，凭什么说是她偷的？你看到了吗？这是一种侮辱。吴佳妮这一句话最有力度了，对男朋友的侮辱已经不仅仅是信任度的问题了，更上升到人格品德的问题了。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心里的阴影嫁接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只好加速爱情婚姻的灭亡。接着是马丁老师犀利破案名场面。高中失恋是怎么失的？没有恋爱过。大学是怎么被女朋友抛弃的？没有被抛弃过。为什么要偷钱？你怎么证明你没偷？你怎么证明你没拿那500-600块钱？请问我没拿就是没拿，你怎么证明？我就怀疑你拿了。我不需要证明。你需要证明，因为我怀疑你就是你拿的。我没有拿。如果你拿了怎么办？你敢赌我不需要纸片发誓吗？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可是我不相信。类似这样的对话出现过吧？出现过。出现过吧？马丁老师带入角色的犀利质问，把老实的小马吓出一身冷汗，而一旁的女孩也是如临其境，因为当时她就是这样质疑男友的，而她也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马丁老师这样逼迫和侮辱男友，但女孩之前就是这样侮辱男生的。马丁老师是想让女孩感同身受，这种巨大的指控没有旁证，没有实质的证据，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指认？这叫莫须有的罪名。明明就没有个别的女人暧昧，但女人却始终怀疑，这叫诛心呢，比身体的痛严重上百倍啊。马丁老师也认为两人不适合在一起。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我问女生，闺蜜丢钱的那一天是只有你们三个人吗？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饭的。在那次事件过后，这个男生还有凭其他的你认为可能的偷窃行为吗？我想不起来。钱不是他偷的，是你偷的。只有三个人，不是闺蜜撒了网就是你偷的，一定是你。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证明你没偷？凭什么你说他偷了不是你偷了呢？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诬陷，赤裸裸的诬陷，泼脏水还放人家单位上去，一盆脏水从头往下浇。
为什么不反咬一口是你偷的呢？他完全有理由啊，不管是从现场条件各方面以及人辩解的本能都可以说不是我偷的，是你偷的。为什么不？因为他爱你。涂磊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太解气了。而男生为什么没有推脱是女友偷的钱呢？就是因为男生是真心爱着女孩的，面对这样爱自己的男人，女孩竟然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行为。而为什么你要跟你的闺蜜就这样把一个好端端的男生诬陷成是一个偷窃犯呢？你想过他的感受吗？赤裸裸的污蔑。那我想请问你，当我说你一定是小偷的时候，你内心什么感受？我当着所有的人面说你就是你的，你什么感受？你告诉我你内心什么感受？感觉很委屈。很委屈吧？活该让你委屈。那是你的爱人，你居然在这个舞台上说起过往的一段你不完全确定的往事的时候，你依然信誓旦旦确认早早的说他，因为他曾经偷过我闺蜜的600块钱。让涂磊老师最痛恨的就是污蔑，而女孩更过分的是事到如今还是颐指气使，就像证据确凿一样说是男友偷的，这是最让人气愤的一幕。按照以往的桥段，女孩的经历应该让人同情，可女孩硬要泼脏水，让人恶心之余还有一点点恨意。涂磊老师大声怒斥女孩，就是要让她永远记住污蔑人的咄咄逼人和被污蔑式的钻心的委屈和痛。而涂磊也跟男生和电视剧的家人说道，我们不去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但也绝不容忍替被人背着脏水黑锅。为什么他不要我？啊？为什么他不要我？不要你了，自己到现在还没明白吗？最后，男生希望女孩可以听进去老师们的话，还祝福女孩找到一个她真正喜欢的白马王子。男孩的三观很正，屏幕前所有的嘉宾、老师、观众都不相信他会偷钱。至于究竟为什么会丢钱，还是应该从闺蜜那里追根究底。而女孩此时的泪水，我居然没有觉得有一丝丝可同情的。一个你最爱的人，你都不信任，还去信任闺蜜的话，这不是咎由自取是什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屏幕前的你觉得这个钱是怎么丢的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